眼看天就要亮了，从职业经验上判断，这个人的忍耐力超长，肯定是接受过特殊训练，绝不是个小角色。刘化勇要找机会解决掉这个麻烦，又要让人抓不到灭口的把柄。你们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别忘。那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刚才吃的肉夹馍是松本太君亲自给你们买的，他已经在门口等了一夜了，可是你们到现在为止任何的进展都没有，你们应该怎么办？警察，你别生气，真的，这家伙骨头太硬了，鞭子、老虎凳、烙铁、辣椒水不管用。还需要我来教你们吗？需要吗？这样，你们能不能砸开他腿上的石膏，把他两条断腿像卷铺盖卷一样的卷起来？那样做他能不着吗？你们如果再没有任何结果的话，你们对得起皇军吗？对得起松本太君吗？警察，警察，你别发火，哥几个来。从医院回来，吃口饭，领贤俊去新学校看看。哎，你不是白班吗？你昨天晚上睡着了没听见？半夜有人来找我。半夜找你？啥事儿啊？就是说，昨天下午要约着见你那个徐老师，夜里人没了。人没了？他去哪儿了呀？谁也没看着，人就给带走了。说是好像让警察署给整去了。那到底啥时候接回来？接不接还不知道呢。反正医院几个主治大夫都接过去了。我看轩，放心上你班吧，啊。Thank you.
心里在想，虽然差一步没有解决掉这个北岛武夫，现在他昏迷不醒，总算暂时缓解了这个危机。他不知道赖川司令官最后会怎么处置这件事，管他呢，总有松本一郎替他垫背。他猛然想起，今天应该是省委的交通员来接头的日子。知道了，就按你说的去准备吧。北岛武夫的伤势非常严重，必须立刻送新京关东军总医院进行手术。现在就准备出发。嗨，这次事件你们警察署也难脱干系，你马上派人和宪兵队还有医生一起护送北岛军去新京。嗨，恭喜你呀，刘副处长，刚刚上任就干出一件漂亮事儿。你负责北岛军去新京一路上的安全工作，记住，绝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。我明白了。但是赖川司令官，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。因为这段期间我跟孙本太君一直是在这个地方盯着的，如果不是我们盯着的话，可能会出大事情。真的。八个亚罗，这笔账等你从新京回来再算。君，小军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小心啊，小心。你赶快带着人跟他们一起去吧，署里这边我顶着。是。人家那个擦完以后，最重要的就是上多，如果不能上多也不能上少。哎，师傅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慧琪，叫你师傅出来一下。师傅，有人找你。哎，我们家喝水。哎，别别，你们都吃完了，赶紧走吧，走。哎，给我来点水。哎，吃完饭再弄吧。啊。徐老师送到新京去了，送走了。从警署回来的大夫说，那个徐老师已经被打得昏迷不醒了，给直接送到新京关东军医院去了，叫北岛武夫。班主，有两个事儿向您报告一下。第一个，周围各县镇的红枪会、自卫团还是派人来找，想跟您见面，共商大事。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见，来多少次也不见。啊，刚才我的一个车行哥们说，兴许是山上的抗联进城了。什么？你说山上的抗联进城了？也是他们瞎猜。
他们说昨晚在车站有两个日本鬼子打一个拉洋车的，后边有人打抱不平，把这俩日本鬼子削得够呛。接着说呀，BOSS啥啊？最后这主掏出枪了，那俩小子吓得屁滚尿流的。掏枪的那个人是谁？以前在咱们这儿拉过洋车，后来上山了。马上去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。好好好。叫的吧，报的那个亲，肯定是。他要是回来，咱房子可咋办？那可不行，谁撵咱咱也不走，不去在不在门口看班了，麻溜回家看房子去。不行，你马上。拿锁头，在外边门锁上，咱俩翻窗户进去。谁让咱搬家，咱也不搬。哎，打听到了吗？刚找到昨天晚上那个拉车的，他说那个人叫二子。二子，啊，快，给我弄辆自行车，我现在马上要进城。啊。姓韩的，我是李警官，门口怎么没人登记啊？啊，姓韩的，给我开门。听见没？是李警官。谁来也不吱声。姓韩的，快给我开门。
大事吧？那有啥事儿？每天吃饭、睡觉、上班，还能有啥事儿啊？没什么人回来过。谁回来过？这不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赶明儿个我再来看贤去啊。你早点休息啊。是你弟弟吧？啊，他来问谁回来过没有，是不是来找二嫂？不会吧？还是给二嫂捎个话吧，叫他别回来了。说完就穿上鞋子，上外面说去。大冷天的，光着脚你不嫌冷啊？火力挺旺啊。单忠祥知道二子的真实身份，可是他猜不出李景奎在干着什么营生。如果他真的是来查二子，那事情就严重了。他明早要去警署把这件事告诉刘化勇，我怕引起他们的警觉，所以啊，就悄悄退回来了。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抗联的？他本来是个拉洋车的，现在穿得像模像样的，我觉得很可疑。兴许他现在在做生意呢。做生意？不可能，我才不信呢。您想想看啊。一个拉洋车的想做生意，哪儿来的本钱啊？再说了，最让人怀疑的就是，他为什么
妮子，妮子，醒醒，醒醒，醒啦！来，起来，爸爸跟你说，来，起来。哎呦，妮子，听爸爸跟你说啊，一会儿爸爸出去，要是不回来呢，美花阿姨就来接你，你和阿姨先回家啊。不，妈，我不走。妮子，听爸爸话啊。不，好，爸爸答应你啊，爸爸回来啊，先睡吧，啊，那就再睡吧。那个刘警官在不在？刘化勇。你谁呀？找刘警官干什么？那个是这样，我是那个治安管制犯那家属，正好今天是该向他汇报思想的日子。上来，刘警官现在是我们的副所长。哎呦，那恭喜恭喜！那麻烦您给禀报一声行吗？禀报什么？刘警官现在都去西京出差了，你这事儿改几天再说。出差了。那他啥时候能回来啊？啥时候回来？这是机密。能告诉你这号人吗？不就是负责这一片的李警官吗？我们警察署啊，现在正式征用你这个房子，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，那让我们往哪儿住啊？给你钱，自己啊，到商道街去找个房子住。这个事情不要给任何人说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甭数了，亏待不了你。那个，我们能不能拿走一床被子？不行，什么也不许拿，什么也不许碰，别蹬鼻子上脸，滚！你小子还有良心，还记得舅舅？你这是干嘛去啊？我妈给我换个新学校，上学呗。啊，贤俊啊，你告诉舅舅你馋什么了，舅舅给你买。仙茶，还有大麻花。好，舅舅现在就给你买啊！哎，但是啊，舅舅先得问你几件事儿。你要是说实话呢？舅舅就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嗯。快说呀，快说呀，说呀！哎，二子叔叔啊，昨天是不是回来了？是回来了，我和妮子还给他唱戏了呢。啊。哎，那妮子在不在院里啊？不在，昨天跟他爸爸去他爸爸住的那些地方了。他爸爸住哪儿啊？不知道。
要不然我给你去问问美华阿姨。美华阿姨知道她爸爸住哪儿？当然知道了，我刚才还问她印子什么时候回来，她说一会就把她接回来，好跟我玩。要不我跟你去问问美华阿姨。哎哎哎，喜俊，这一块钱啊，可以买许多许多的大麻花和香肠了。别忘了让他找你钱啊！好了，去吧。谢谢舅舅。舅舅还有事儿。照接头的规定，这次没有接上关系，他应该立即撤走。可是二字犹豫了，脑海里浮现出女儿临别前的依依不舍之情。再者，这次下山，他要把妮子的身世告诉刘华勇。真巧啊，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。咋穿成这样啊？警服呢？我这上次那事儿以后啊，就被警察署给刷了。我这不，我说呢，那股子飞扬跋扈的精神气儿咋没了呢？还有我问你啊，我现在违反治安条例，随便的出大院逛大街，你还管吗？这我还管啥呀？我又不是警察了。你现在就是警察，你也管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我们院的治安登记组长，我出院逛大街是松本一郎亲自允许的，你还敢管吗？哎呀，美华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做啥？是啊。你现在啊，不也是给皇军做事儿吗？那可不一样。我们俩那点事儿啊没完，我哥哥的案子早晚会翻了，到时候我肯定去找你。你看我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揪着我不放做啥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姐还是你的邻居吧。哎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家那老母亲，他也没少帮你们照顾吧。
千万别跟我说你姐，你姐有你这个弟弟啊，老上火了。你穿成这样，你咋不去见呢？哎呀，你说这老天爷啊，怎么把你们两个拖成一家人了？你呀、啊，连你姐小拇脚趾盖都不如，在这跟我费这半天话，别耽误我干正事。您出去的时候交代过，孩子在屋呢，让你直接上去，早餐饭已经给孩子吃完了。那我替刘掌柜的、谢谢你。哎，甭客气，老客了嘛。来，伙计，盛小姐上去。好嘞。事儿能告诉你吗？出去出去，看你个样，你能住得起店吗？别影响我做生意，出去出去。好，你小子，你给我记着，狗眼看人低是吧？老子一会儿让你哭，快出去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出去。妮子听话啊，今天跟我回去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走。不走，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爸爸有事，你跟我回家。爸爸走的时候让菲菲等他，说他一会儿就回来。我咋不信呢？妮子什么时候学会编瞎话骗我呢？真的，妮子不撒谎。爸爸说他一会儿就回来，还说你来了让你在这儿等他。真的、啊，真的，哇，那就相信你一次。好了，来，站起来。哎呦，啊，站起来唱啊。快快快，给我接111，快点。宪兵队，一二五，四个。
赶快走，可能被李锦葵给盯上了。就在这个大酒店里，我们现在应该把他马上包围住，千真万确。好。王姐，你只要听见枪声一上楼，抱上妮子，趁乱逃出去。妮子。曼的女儿，赵红曼是谁啊？天来
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。